到的是怎么让你不受伤，越心向远方越渴望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源。其实我的七千万的粉丝福利一直拖了很久，我一直在想到底要给大家准备一个什么样的福利。想到最后呢，我想出了一个一般的点子，给大家画一幅画吧。就是因为我是灵魂画手的，但是我还是努力画一画。所以说我就画了一个，现在先画的是一个小时候的我，然后就是我的粉丝们大家都包围着我，看画得多传神啊。然后这是小时候的我，现在画一个大了的我，现在的我，18岁的我，哎，帅气的。知道的是怎么让你不失望，不忘年少轻狂一场。这个是长大的我。那这幅画是什么意思呢？虽然我的画工比较简陋啊，但是我给你们解释一下。这个就是小时候的我，就是所有的粉丝们都保护着我，但我现在长大了，就是我保护着所有的你们。哎，我的意思说的特别好，但是我的画工真的是看不了啊。那所以就是这样。那之后呢，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福利，但是之后可能时间会比较久了，那我会准备更多的歌。然后有一个还蛮好的消息，因为最近我看了之后大主宰的宣传片，就非常非常棒，所以说之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然后最近也在每天晚上有时候空一空也会写写歌，那希望尽快能把新歌好听的歌拿来给你们看吧。那就提前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了。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诸事顺利，都变成可爱的小猪。